终止交易。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？怎么知道的？你俩这太明显了。但是你咋知道是这个蛋糕？你咋知道这个尺寸呢？啊？你说我为什么我们俩为什么晚回来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一上车他就跟我说，好像是不是去准备蛋糕去了？我直接被策反，好了。好了好了，谢谢谢谢。我被策反了。你策反的，你直接把尺寸啥都给人说。没有，那个小，买不到同尺寸的。我们还一直怕你发现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，你告诉他是买了什么蛋糕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知道是什么蛋糕。他怎么知道是什么蛋糕的？看到那手机屏幕了。一切的一切是哪儿？是你把那个谁给导演的时候，你这样给了一下。对。我就说不对，我说上面字儿不一样。刘大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没事，谢谢你。我今天也过生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有没有蜡烛？来，祝浩然生日快乐。果然我不太适合准备礼物。来掐个蜡烛。OK。OK。OK OK OK。一生挚爱董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小凯来点蜡烛了，马上。你在煮长寿面吗？嗯。你把那大丸子给它放进去，大丸子给它放进去。别！不行不行，救你了！大丸子再煮一煮就熟了。鸿运当头。来吧，点蜡烛。来，你吹这个，我吹那个。你看我反应多快，我要把这给擦了。假装这是你的蛋糕。来，预备，等会儿唱歌。不，吹了再吹，吹了再唱，先许愿，许愿了吹，然后再唱。来，一起许个愿吧。啊，那不行，我也得许一个。对，少了一个。好，吹了啊！来，三二一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们生日快乐，祝你们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哇哦，祝你们幸福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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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第一次过这么精彩的生日，这生日过啊，还有人陪过。